像这个，像如果说有一些物料不好进的话呢，我们用手工来放，手工来放的话呢，它也会比这个加料这个速度还要好，因为手工的话，因为有些物料它易形的，它没办法用这个加料器来加。那么我们就需要手工把它放上去啊。你像这种啊，物料比较好放啊，这个机器呢可以来放，就可以把它放进去。